抛洒金粉，这就是结合升起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又复归一，十方尽虚空界，一切三宝唯愿必定来，明我三毒苦，使令得安乐，即以大涅槃，以大悲水洗除垢秽，令至菩提，毕竟清净。六道四身有此罪者，同得清净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究竟解脱。相与至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心念口言，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无名所缚，爱时所缠，嗔恚所缚，堕在渔网，经历三界，被摄六道，沉沦苦海，不能自拔。不是往业过去因缘，或自破净命，破他净命，自破犯行，破他犯行，自破境界，破他境界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惭愧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求哀悔过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以身口意行十二业，身杀盗淫，口妄言绮语，两舌恶骂，以谈嗔痴，自行十恶，教他行十恶，赞叹十恶法，赞叹行十恶法者，如是一念之间起四十种恶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依于六根，行于六事，取于六尘，眼着色，耳着声，鼻着香，舌着味，身着细滑，意着法尘，起种种业，乃至开八万四千尘牢门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以身口意行不平等，但知有我身，不知有他身；但知有我苦，不知有他苦；但知我求安乐，不知他亦求安乐；但知我求解脱，不知他亦求解脱；但知有我家，有我眷属，不知他亦有家，亦有眷属；但知自身一痒一痛，不可一忍，处踏他身，唯恐苦毒不生；但自知为现身小苦，而不知为起诸恶业，舍身因堕地狱，于地狱中备受重苦，乃至不为恶鬼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，有种种苦，以不平等故，其彼我心生怨亲想，所以怨对骗于六道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心颠倒，
想颠倒，见颠倒，离善知识，近恶知识，背八正道，行八邪道，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不善说善，善说不善，见娇慢床，张愚痴烦，随无名流，入生死海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苦道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三不善根起四颠倒，造作五逆，行于十恶，炽燃三毒，长养八苦，造八寒八热诸地狱因，造八万四千格子地狱因，造一切畜生因，造一切恶鬼因，造人天生老病死种种苦因，受于六道无量苦果，难可堪忍，不可闻见。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苦道，五体投地，求哀悔过，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三毒根于三有中立二十五有，处处起诸罪恶，随逐夜风，不自知觉，或障人持戒，修定修慧，修诸功德，修诸神通，如是罪障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苦道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贪嗔心构起六事，随逐六尘，起众多罪，或于众生边起，或于非众生边起，或于无漏人起，或于无漏法起，如是贪嗔所起罪恶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又于痴心起颠倒行，信于邪师，受于邪说，着断着长，着我着见，随痴所行，起无量罪。如是因缘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三恶业，口四恶业，意三恶业，从无始无明住地烦恼，恒沙上烦恼，指上烦恼，观上烦恼，四住地烦恼，三毒四取，五盖六碍，七漏八垢，九劫十始，如是一切烦恼等障，无量无边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不能修慈悲心，不能修喜舍心，不能修檀波罗蜜、施罗波罗蜜、忏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又不能修一切诸菩提法，如是无有方便，无有智慧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增道，五体投地，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轮转三界，背离六道，受四生身，或男或女，非男非女，遍一切处，起无量罪，或为大身众生，更相淡时，或为细身众生，更相淡时，如是等杀业无量无边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今日忏悔，愿其除灭。众等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自从有世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于六道中受四生身，于其中间所起罪恶无穷无尽，如是等罪，唯有十方一切诸佛、大地菩萨尽知尽见，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，
罪量多少，今日至心起丧求哀，惭愧忏悔，已作之罪愿尽消灭，未作之罪不敢复作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以大慈心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以大悲水洗除众等能障菩提一切罪垢，令至道场毕竟清净。又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力本誓愿力度脱众生力，不护众生力，令众等今日起誓发菩提心，从今日去这座道场毕竟成立，不复退转，所有誓愿悉同菩萨所行誓愿。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以慈悲心同加摄受，令众等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，一切众生各个具足满菩提愿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一，皈依三宝，截断疑根，错情折意入玄门，因果俨然存，忏悔功身，诸佛共垂恩。南无欢喜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欢喜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欢喜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天上人间，正遍知觉，光超日月，得月太虚，无去无来，隐隐常居华藏界，不生不灭，巍巍坐断涅槃尘。因物现行，随机复感，若洪钟之带扣，似空谷以传声，愿垂无极之大悲，见此一时之佛事。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从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一卷，功德克协，圆满于内。修设坛场，铺书干像，灯燃火树，香喷成坛，散五色之名花，现新奇之妙果，歌扬泛拜，称赞洪名，行道入禅，奉经持咒，所及功因，专身回向，常住真慈三宝，会下护法诸天，上中下界神奇，远近无边灵旷，普愿见此诚诚，先生欢喜之心，留恩泽于天上人间，宣化日于他邦此界，圆满道场，出生功德，切念今诚求忏众等，忏事最谦，迎祥吉福。福愿一生罪垢冰消，一切业缘清净，一心解悟，向一理之真如，一念回光，造一乘之妙道，转苦缘而成乐聚，洒热闹而作清凉，祖迷宗亲，决定往生于净土，何门人眷，方当永享于霞林，等冤亲而共沐恩波，与凡圣而同积宝地。今则依闻忏悔，有恐维系罪业难逃，在劳尊重同求忏悔。梁皇忏以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一障罪，亲证菩萨欢喜地，忏闻举处罪花悲，解了冤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。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一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千由，欢喜地菩萨唯愿哀纳受。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，花奉献文殊共普贤，牡丹硕药真堪献，百花献纳黄金殿，
花开花谢占金莲，青衣童子持花轻睹慈尊面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，公文：欲得人法之两空，须证二言之极果，即明真俗之二谛，必了生死之妄缘。龙神八部已参随，幽显灵聪而密佑，胸藏提于万字，足轮应于千花，为佛得以难思，欲赞扬而莫及，不为本事，普利有情，高夫百宝之莲台，见此二十之佛事。今诚求忏众等，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二卷入坛缘起，我诸众等，血清三业，冰结六根，焚兜罗婆，散分陀利，严奉十方之至圣，称赞诸佛之宏明，洒滴滴之甘泉，荡斑斑之罪垢，千念求忏众等，远从旷劫，尽至今生，二障淫缠，许诸生死，二空未悟，博起爱憎，随邪见之二边，寻苦乐之两道，无明顿起，因杀道望而念念牵流，烦恼日增，身口意业而重重造罪，况生成之交报，似集锦轮，唯业果已昭然，如恶叉聚，非假肯修于忏法，何有免离于牵游？有事一起虔诚，心怀惭愧，以借现前之锦服，永为灭罪之良规。我愿如斯，佛必安怜，仰叩红慈，民勋加倍。佛面犹如镜满月，亦如千日放光明，圆光普照于十方，喜舍慈悲皆具足。起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，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摩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，发菩提心第四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洗碗新垢，十恶重障渐尽无余，业累既浅，内外俱洁，次因养学菩萨修行直道，功德智慧由之而生。所以诸佛每叹发心是道场能办事故，唯愿大众各兼其志，莫以怜悯待时漏尽，勿令空去，后悔无益。相与今日，值遇好时，不因日夜烦恼复心，宜当努力发菩提心。菩提心者，即是佛心，功德智慧不可隔量。概论一念，况复多念。假使历劫修无量福，乃至今生被行于善，不及发心万分之一，算数譬喻亦不能尽。又有一人，但作福德，不发菩提无上道心，譬如耕田不下种子，既无其芽，何处求食？以是义故，须发菩提心。因缘为证，上报佛恩，下拔一切。所以佛赞诸天子言：善哉，善哉。如汝所说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发菩提心视为第一供养如来。发菩提心非止一过，唯因数发，令菩提心相续不断。是以经言：于那由他恒沙佛所发大善愿，是之发心其数无量。又菩提心但遇善之事，便得发起，未必皆须执佛出世。如文殊师利
始向菩提，乃因女人以发初心慧事，不为凡品，清标心智，时有可养大乘，贪求佛法，依以诸经取辟世事，愿亲无差，六道一向，愿因思善俱得解脱，若同信解，知非细论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发菩提心，必须起想先缘所亲，喜念之时，念己父母师长眷属，又念地狱恶鬼畜生，又念诸天诸仙一切善神，又念人道一切人类，有受苦者当云何救，见以其想应发誓念，唯有大心能拔彼苦。若一想成，应作二想，二想成意，应作三想，三想成意，满一世想，一世成意，满一游巡，一游巡满意，满阎浮提，阎浮提满意，满三天下，如是见广，满十方界，见东方众生尽是其父，西方众生尽是其母，南方众生悉是其兄，北方众生悉是其弟，下方众生悉是姐妹，上方众生悉是师长，其余四维悉是沙门婆罗门等，见以作念，若受苦时当作我想，亦诸人所调身按摩，是拔其苦得解脱矣。为其说法，赞佛赞法赞菩萨众，作是赞已，心生欢喜，见其受乐如己无益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发菩提心，应当如是，不舍于苦而度众生，相与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心念口言，作事誓愿。众等从今日去，乃至道场，于其中间，在所深处，恒执善知识，发无上菩提之心。若处三途，即堕八难，常使意念发菩提心，令菩提心相续不断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当起勇猛心，因众心发菩提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勇师佛，南无清净佛，南无清净师佛，南无梭琉那佛，南无水天佛，南无坚德佛，南无湛檀功德佛，南无无量橘光佛，南无光德佛，南无无忧德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功德华佛，南无坚勇精进菩萨，南无金刚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众等今于十方一切三宝前发菩提心，从今已去乃至道场行菩萨道，誓不退还。恒作度脱众生心，恒作安利众生心，恒作护护众生心，众生不得佛者，誓不先取正觉。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圣贤，先为我证，令众等一切恨怨皆悉成就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
六点，穿着洁净白衣的居士们排起长长的人龙，犹如一串白色的花蔓，在晨光中绽放芬芳。人人手持鲜花、袈裟、灯明、敬香、饮食、水果、净水，恭敬地置于头顶，缓缓走向寺院内的大塔。当地居民夹道在旁，以手轻触供佛物品，并说着巴利文中的善哉善哉，欢欣随喜。此时微雨洒落，如落花纷飞，犹如诸天欢喜为坛场洒尽，加持大众。佛陀住世时，护持者供养佛陀及诸弟子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等日常必需之物，称为四时供养。佛灭度后，佛教徒通常采用造佛像、供养饮食、香花、祭月及诸种庄严事物等形式，来表达对诸佛菩萨的恭敬之心。条件具足的时候，应多做供养；条件不具足时，见他人供养，应深深的随喜赞叹，这样也能得到与供养者同等的功德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